哎，就是没多少钱。有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我那十天，贵州十天。你那卡都十来天了？二十天，三十天，反正我几个去，那次也请假，因为咱上次请假啥时候？上星期，还是上上星期？上星期吧，刚上星期吧。啊，上星期。上个星期，上个星期的话也没多少事情。咱从啥开始上？月一？月一号吧。月一号，那天星期三。你的卡都是六月一号办的。俺那天刚上完，就星期没多久。俺星期三请了还是星期一？反正都是上个星期。刘是。手机号还是？不是，都不是手机号，都是日期，那第二日期。啊，都六月一到六月七中间。对，星期二。哎，星期一还是星期二？后来星期二不开门了。嗯。星期二。这个。小。嗯。但也有农还是啥，我判断不了。然后摁的，感觉有点感觉，又像没感觉一样。像没感觉。